你无敌了。对，就是我先发一个其他的啊，你无敌能发，应该能发，无敌了，能发无敌。没发你无敌了，不，你打那个乐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真不让发？发？学到没？弹幕学到没？问一下弹幕学到没？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这都可以啊，就乐不行？对，你试一下。没有啊？你打所有人试一下，发不了。为什么？不知道。我无敌了吗？我无敌了，可以啊。我无敌了吗？这也都可以啊。就是你无敌了不行。那我试试，洗澡去了。全军出击！洗澡去了，现在也能发了。都可以啊，都可以啊，这都可以啊。为什么你无敌了发不了啊？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，我那天也听弹幕说的。哈这个也不是那个呀。对，没有什么。对啊，这没啊，没什么呀。对啊，是没什么。啊，艾萝莉，这也可以啊。就是你无敌了，不行。就是、奇迹行者也不能发吗？啊啊！什么情况？啊啊！为什么？还有什么？我奇迹行者也不能发，很怪啊，所以很怪啊。还有什么发不了？其他应该都能发吧？感觉是没，不，这些也都没什么。哦，哎，对，这个有道理，可以发。不是，这还一起可以发是为什么？反过来试试，你无敌啊，也可以啊，分开就不行，兄弟。那这是为什么呢？有真人吗？能发？能发？那这什么意思啊？不知道，真不知道。不是哥们儿也发不了。不是哥们儿应该能发吧？啊？啊？不是，那在一起就能发？不是哥们儿，不是那个无畏契约的那个吗？赢了奇迹行者，给他全串上的，绝对可以。串上就可以发？四个字不能发吗？有点搞笑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别说废话，也可以啊，这不和四个字的没关系啊？这为什么？有学问，这么 crazy 吗？绝对有学问。开了，开，他们说开了，开了吧？